大家好，我是仙游居士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了杭州萧山的湘湖，这次的起点是玛雅岛附近。先走过这段古色古香的逍遥梁，再看看路边的火刺木花，走走被绿色包围的石板路，然后慢慢散步在小山包下的绿荫下，一边听着鸟叫声，这感觉真舒服。我还碰到了来自于辽宁老家鞍山的一家人。此时湘湖边已经长满了芦苇，十分原生态。从天上看，湘湖里这一带也是规划的井然有序，散发着勃勃生机。另外，东侧的高山上还有一座寺庙位于山巅之上，有精力的话也可以登上去看看上面的视角。小岛上还有一个用上世纪60年代的砖窑厂改造的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。除了看看瓷器，这里的建筑拍拍照也是很漂亮的。博物馆外还有两处废弃的砖窑，一处在博物馆门口，另一处在水里。这里逛完了，你可以沿着湖边向东北方向走，这一带有很多草地可以露营。累了，坐在湖边杉树下，特别凉爽。在湘湖，你可以更好的感受大自然，不会像西湖那样受限。路边我看到了一只脚被夹住的白鹭，起初没注意，但后来才发现脚上有夹子，但抓不到它，我也没办法帮它了。今天我还看到了在湖里练习皮划艇的一队人，于是我一直跟着他们，飞了好远。